今天我是来当酒乡，为着响应海巡署105年度全国东部净滩活动，由国际赛组会300地湾区第四专区第七分区主席杨宝林率领五峰赛组会、惠兰赛组会、玉山赛组会、嘉丰赛组会等大约200人，前往东石五股湿地西堤净滩，而参与赛友也唔惊日头炎热，避开树荫啊，以实际行动来净滩，守护海洋资源。为响应海巡署105年度全国东部净滩活动，由国际赛组会300地湾区第四专区第七分区主席杨宝林率领五峰赛组会、惠兰赛组会、玉山赛组会、嘉丰赛组会等大约200人参与。二十五号一透早，就前往五股湿地西堤来净滩。这次活动在大家努力之下，除了进行海滩环境清理，并针对粪扫分类以及清运，总计收集了长达1000公斤的会当回收资源，甲袂当回收的粪扫。为了落实狮子会的精神，百年服务四大目标之一环境保护，所以联合所属四个分会——惠兰、嘉丰、吴凤、玉山，举办这次的净滩活动。为了干净我们的环境，爱护我们的地球，希望能够带动大家的环境意识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咱就两个礼拜之前哈，五峰台风还在过境哈，啊，所以说漂流大量的那个垃圾，有塑胶袋啦、保乐瓶啦哈，还有一些漂流木哈，啊，这次啊，阮这个狮子会哈，那发动者大家来捡这个垃圾的运动啊，希望说会当让咱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海岸线哈。谢谢大家。为了捍卫海洋生物永续生存的空间，净化海滩的环境，同时落实国际赛组会四大精神之一的环保教育。第七分区主席杨宝林指出，未来将会积极办理净滩活动，以维护海洋保育的重要，并呼吁大家共同来响应减塑环保观念，才会当为未来世代建构一个永续、清气、健康的环境。新闻新闻，张立新、邓竹香采访报道。